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08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款是近期以来恶评如潮，很多人在网络上进行抛售啊，不管是嫌它的体型不好看，或者是说塑胶偏软，或者是说一购买小孩不喜欢想抛售等等各种没有的理由呢，不想把这个玩具留在身边。那我今天的话呢，也透过中华影月兄呢，现在来玩一下这款玩具。我自己也有订，但是还没有发货啊，所以呢，我只好呢再跟朋友请求支援。那么我自己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它有两个比较大的毛病，是我觉得可以拿出来说嘴的。第一是它的一个塑胶，的确是整体来说是偏软的。那另外一处呢，就是我觉得最要命的，就是它这个肩膀居然是这种设计。OK， 这个我觉得。不可思议啊，这就是这样子打一根铆钉，这样，这可是 LG 的玩具啊，我觉得离谱啊。然后你看啊，你这样一转的话，现在肩膀的位置会跑掉啊，高度就不一样，就下垂了。这样子 ，OK，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吧，比较不能够去忽略掉的两个毛病。来说一下亮点之一，可以换脸，这是一个面罩的一个造型，眼镜也是水蓝色的。换脸的部分呢非常简单，跟变形金刚第四集一样，把脸呢抬起来之后呢，里面做一个旋转，就可以完成露脸跟口罩版的一个切换。再来就是它的一个领导模块也没有少，甚至于说在不打开的情况下呢，有一个很透明的部件可以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领导模块打开的时候呢，是从先把上面这一块戳住这个地方往上面挑起来，再从这里把它给打开啊，里头就有一个金边然后很漂亮的领导母体。那拿出来之后呢，也可以把它握持在手上啊，是没有问题的。而这款玩具的一个卖点就是它拥有一个弹射的装置，在它的手臂的后面这个地方。那在人形跟车型状态下，它都是可以发挥它的一个作用。按下去之后啊，会有一个炮往前面弹射出来，这个地方推一下，从这里啊，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按下去，好，就会弹射出来。那如果要把它收回去的话呢，这个部件呢，我的话必须把它推到最外面啊，还要稍微拉一下。这个手再往内抠，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卡得到啊。因为这个缝的话并不是很大，所以这里啊还需要再往外面多拉出来一层。那手臂的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啊。对了，后面这个背包，这个卡槽的话啊，是这里是两个凸啊，这两个凸呢去扣后面的这个洞，以及上面有两个洞，然后下面有一处在这里。OK，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插槽啊、插孔的话呢都太浅了，很容易去掉。这个背包的体积呢也非常的大，其实并不小啊，难看是没有很难看，但是跟电影里头的这个还原度就有一个落差了啊。那主要是你已经是 Leader 级， Leader 级已经算是官方这种大货的玩具里头你应该算是旗舰级的啊，你这种还原度我是觉得这个是需要检讨一下啊。那么它的腰身呢是可以转动了，那这个脚前后踢有齿轮关节啊，这一点有点让人家觉得喜出望外。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踢起来之后，你不觉得它的整个髋部是整个是移动的位移的吗？啊，是吧？啊，当然这个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毛病，那现在就是给各位做个展示吧。那侧踢的话就没有齿轮关节了啊。然后这个外摆内收本身这里可以转动，膝盖可以弯超过于90度，脚踝的接地性呢有，但是幅度呢可能左右各45度吧，并不是非常的大。鞋尖跟脚后跟的话呢脚后跟可以稍微调一下啊，鞋尖就没有。那附带的一把能量斧啊，能量斧可以赞美一下啊，非常的厚，很扎实的一个塑胶。那握持的话呢，就是跟这个美版的这个 MP10 一样啊，就是把它给抓握在拳头里头啊，以及刚刚忘了提啊，这个拳头的话呢可以转动，然后是个单独的四根指头的话呢是可以张开的。那整体来说的话，我还是觉得以现在的这个行情价来说，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那我们的话呢就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这个烟囱的话呢可以把它给往前面转上去，再来我们把后面的这个部件呢往上挑起来，它里头左右边各有一片的部件，这个时候先把它给翻出来，然后呢把这个背包整个给解开，旋转180度，以防万一忘记的话呢，腿也可以先翻转180度。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后面背包里头的东西呢全部都把它给翻出来，到这里一层两层 OK， 这里两侧各有部件，把它给翻出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了啊，它是一个假胸的一个设计。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头往后推是推不进去，它会卡住，我们必须把这个腰部这个地方给解开啊，整个都给解开之后，头的话呢才能够顺利的完完整整的翻下去。那再来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肩膀这里啊，这个地方
松开来，它有一个结合的卡扣松开，然后呢把它给往下放，圈转到这个方向，这里也是一样的啊，松开之后往下放。拳头的话你可以稍微先转进来，拳头把它给往上打。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的这个我们刚刚有提过的这个手部的话呢，先在下面啊，先稍微的去组合一下好了，这样我可能比较方便我来做这个展示啊。这个这里扣上去，那这个顶盖的话就由上往下把它给盖下去。盖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这块部件啊，记得要把它给翻出来，它整个是一个水平的，两侧啊稍微翻开一些些，把它大车头包住小车头啊，把它给放下去，到这边，好，整个的给往下盖下来。盖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注意一下后面这里啊，你要扣先扣这里也可以，这个灰色的凸呢跟后面的这个凹可以先把它给扣进去。那注意一下，就是有稍微斜一个角度啊，并不是完全笔直的啊，脚就先往后面放就行了。那这个地方整个包下来之后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地方要注意，这里白色有个倒钩，它要勾进红色部件的里头去啊，我们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地方把它给往前面好给卡进去，然后呢这个白色的凸要扣进这个凹槽啊，另外一侧已经很接近就扣进去了啊。那以及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就是刚刚我最开始翻出来背包那两片，这里有一个灰色的凸要扣进前面的这个凹槽，那另外一侧啊也是一样的，都把它给两侧把它给扣进去。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下面这里啊可以再把它给再固定好一点，其实它底部这个手我觉得扣的也不是很稳了啊。好，那我们就进行腿部的一个变形。腿部的变形的话呢，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这里把它给抠出来，然后的话呢这里先这里折开推开一下，因为推开这一下呢，里面这个灰色部件会被稍微推出来一点啊，可能会比较方便我们做一个翻折。然后呢脚后跟啊鞋尖就是把它给挤到车尾巴去，这个地方往前面推上来，好，到这边，然后把它给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卡扣，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好，扣进去。那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这一侧比较难抠，因为呢刚刚这边有一块凸在这里，这一侧的话就没有啊，这一侧就比较不是那么 OK， 你还是要稍微就是去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去把它给扣出来。好，我们刚才抱怨说这个塑胶偏软，莫非就是为了这个地方吗？啊，这里的话一样啊，把它给推进去扣到底，鞋尖脚后跟扣下去。后面这里有个地方要小小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地方这两片部件，记得这里有一块凸啊，它这里有一个缺口，所以说这一片呢、啊、要在下面啊才能够去堵进这个缺口里头去啊。我不晓得它是不是有去考虑到这一点啊，就是啊，反正各位注意一下。好，那最后面这里就是把这个地方，它是左右两侧去做一个咬合的，把它给扣上去。这里的话呢，因为它公差算的还是比较准啊，就是把它推一推，基本上都能够去卡到一个定位啊，这里啊把它给扣进去。好，以及最后就是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把它给扣下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有的，就把它给扣进去。好，轮胎没有翻出来啊，明明是车子啊，却是跟这个飞机一样的这个起落架的轮胎。我们看到这一款日版独占 OP 的卡车形态，它的武器呢目前是看起来是只能够扣在侧边，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比较不怎么好看，我们就先把它给取开。那它后面的话呢，这里有一个洞，这个洞的话呢看上去应该是会卡货柜啊，或者是你有其他的装备要扣在上面的，因为它明显就是特别去留下来的。那么它在这个车形态下的话呢，就我觉得吧，它的车尾其实是蛮胖的，我觉得它应该是只到这边其实就差不多。那有一直有朋友戏称说这个形态是一个航空母舰的形态，你像这样子看，我觉得好像也有几分的道理。滚动性的话呢出乎意料之外的好，虽然是这么小的轮胎，那么它的一个卖点之一就是这个发射的这个装置，在车型带下的话是相对会更加的合理啦，因为这个车型带下这样子往前发射 OK， 我觉得算是这个玩具最应该可能是它真的是作为一个 L 级吧，这可能是它最后的一个加分点了啊。总和来说的话，我觉得吧，它最大的缺点还是人形状态下那个肩膀跟手臂连接的那个打铆钉的这种设计模式，会让我觉得这款玩具是相当的廉价的。再来就是它的一个塑胶偏软的关系，配合它这种变形模式呢，我又不是那种非常大块推移啊，
所以说在变形的手感上我觉得也不是很舒服，那变形的惊喜感也几乎是没有什么比较可以特别去赞许的啊。Anyway， 就总和来说，即便是电影才刚看完，我对电影的好评很高，但是这个热度或者是说这一份好感，能够帮我给这个玩具加分的部分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说，如果不是很必要，这款玩具其实你是可以考虑把它跳过了啊，或者是说你就纯要纯战师、纯收集癖，那就当我没说吧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